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，置办年货成为人们最重要的事情之一，而水产品历来都是年货市场的热销商品。这几天，安徽桐城市古牛背水库开始冬捕起鱼，供应春节市场。下网、走竿、拉网、出鱼，在安徽桐城市古牛背水库，百米长的大网慢慢收起，出口处鲜鱼跳动，满满的渔网拉出水面，鲜活肥大的花鲢、白鲢在渔网里跳跃，场面十分壮观。买入鱼销售第五天了，今天大概过把星期。古牛背水库拥有6000多亩水面，水库鱼类以优质鲢鱼为主。是人工投放天然养殖的有机生态鱼，此次冬捕起网的生态鲢鱼作为年货销往当地市场，保证春节期间当地市民吃到新鲜的活鱼。像这个陈乳鲢，现在估计这个捕捞鱼达到20万斤左右，